everybody， 我是 Christina 伟轩。这么重要的节日，我当然是要蹦出来讲一点话嘛，对不对？祝全天下的妈咪们呢，在母亲节要大快乐喽！当然，除了母亲节之外呢，其他天呢也是要很开心、很快乐的。然后要祝我家里面的阿青寿啊，阿青寿，祝你母亲节快乐啦，妈咪，拜拜。